据同媒体报道，韩国女歌手 IU 迎接出道十周年，24日、25日来到南感展览馆开唱。为了庆祝平安夜，舞者精心扮成圣诞老人登场，而她在演唱会前半段就自曝一定会唱《安安可》。IU 两次安可总是以舒适、及时点歌的方式进行，一连带来力量无法入睡的雨夜。IU 笑说，因为海外表演，场租部分很准时，没办法唱很多首歌，但她俏皮回应：“我又多唱两首了。”总共演唱3小时20分，唱到最后一刻，圆满结束演唱会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